的婚姻的爱情曲线是一直在动哦，永远都不会掉下来，要找谁？啊，就是要找亲密团契啊。好，那找小亲密团契，俺哥后壁已经开幕啊，所以代表已经迫不及待啊哈。那要将时间交予咱的朱里和国小部，因今年八月参加彰中的经文朗读第二名，我给他拍手。他们还要带来一首《我是主娘妹》的，好，我们把时间交给他们。好，我们再次拍
菜了。好。对不起啊，这里的过来。